找一个地方拍照，为了今天的活动所准备。后门是很冷吗？为什么开冷气？因为其实按道理该不冷，但是突然降温，我们的风外风特别大。有吃了什么好吃的吗？美食？因为太晚，所以就吃了一份那个拉面，还挺好吃的。今天的造型怎么样？今天造型就是很随意啊，就是随随意意的造型。行吧，那我们一会儿拍照见。好，一会儿拍照见。Hello 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澳门，我来带大家看下嘅好玩啊，好食啊，好影相嘅地方。Follow me， 豆豆，我这也破了，这也破，这也破了，大家看，三个都破了，这还有个大豆，从来不长豆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呢？上火，因为在北京太干了。对，在北京配音的时候，我暖气开得很足，然后每天起来就感觉喉咙特别难受，特别干，然后就爆痘。现在要去干什么？啊？拆衣服。给摩天轮。你多久没坐过摩天轮了？几岁的时候做的吧，小时候我都没有印象。新奇吗？好玩吗？开心吗？开心一点，快，开心一点。好了，吧，哥哥。啊？啊？他不转出去的，正常摩天轮不是一个架子这样子的吗？对啊，360度全景观嘛，他搞得很那个时空穿梭机一样啊，回到我的小时候，然后买彩票去。好了，那个体验了一圈摩天轮，没想到走太多了，转完了。真好，外面的灯都还没有亮。Yes， 坐倒了。有什么体验？吓人！这么快下来了，下次再来做。怎么样？油不油腻？